12月21日，宋仲基与妻子凯蒂现身，两人带着儿子在罗马街头散步，迅速引起网友热议。当天，宋仲基推着婴儿车，凯蒂陪在他身边，儿子安静地躺在车里。凯蒂穿着红色外套，身材苗条，气质优雅。宋仲基则是休闲打扮，夫妻俩看起来很轻松。如果不是网友认出他们，谁也不会想到他们是明星夫妇。他们一边走一边聊天，时不时的相互微笑，感情甜蜜。有时候他们还像年轻情侣一样互相调侃。宋仲基的一只手搭在凯蒂的肩上，一只手推着婴儿车，有时候还会抱着凯蒂的脖子，画面十分温馨。之前宋仲基带着凯蒂回韩国参加了妹妹的婚礼，那时候凯蒂刚生完孩子4个月，但已经恢复了身材，美丽动人。宋家人对她很好，她也很开心，笑容灿烂。宋仲基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妹妹，他们都很支持宋仲基。当年宋仲基和双宋 CP 离婚，兄妹站在他的一边，还上了韩国的头条。现在宋仲基和凯蒂成为夫妻后，尤其是有了儿子，宋仲基更加珍惜家庭。最后也祝他们一家永远幸福吧。